陛下，你没事吧？没。这股奇怪的亲昵的感觉是怎么回事？脑海里的这个女人又是谁？陛下，你这么好的身体怎么会突然晕倒呢？可恶！虽然听起来怪怪的，但是好像陛下确实是被我弄晕的。绮丽呢？绮丽，她居然主动骑他了，把她带来见本王。陛下，您是要处死他吗？不会吧，不会吧，这个狗男人真的有这么绝情吗？本王想抱抱他。什么抱抱？本王的意思是想掂量掂量他到底是多坏的小东西。虽然听不懂，但是好像是很厉害的意思的吧。不行。啊，陛下。本王亲自去看他。亲自去看他？是要亲自要了他的小命吗？他到底是想起来了还是没想起来？是想放了绮丽还是想伤害他呀？不行，我不放心，我得跟着看看去。等等。等个屁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让我等等我就要等你啊，神经病。我知道你进宫是为了那个女人，只要你帮我做一件事情，我便告诉你她在哪里。你她是怎么知道的？不对，难道她还活着？本王刚刚担心了他一路，他却在这过得这么开心。这个是恢复记忆的巨大锤，对付那个憨憨的药水应该够用了。这个是恢复记忆的大锤，从性价比上来算最划算，就收小丫头10000个金币吧。哎，怎么感觉附近有人？是谁？乔治哥哥，原来你这么幽默啊。哪有，是绮丽妹妹太可爱了。啊，那个是父王的衣服吗？父王，父王，你来看丽丽了呀。哎，父王，你监狱关不住你吗？父王，你想起丽丽了呀。本王就是现在，就是现在。哎，让你渣男，让你渣男，锤死你。哪来的风啊？哎，不管了，一出锤。不行，我还是放心不下，担心陛下伤害绮丽。陛下，这会飞的牛，会飞的老鼠在锤陛下。哎呀妈呀，我撞鬼了吧。那个女人怎么回事？叔叔，你轻点。轻点不行，这货都已经把你给忘了。我得让她长长记性。是不是下手太重了？宝贝。总算恢复记忆了。父王，亲亲。既然敢对本王的蛋蛋动手，那就把命留下吧。发生了什么？说，是谁派你过来的？是妃子犀利，都是他的主意，求陛下饶命啊。就这么容不下我吗？我的母亲。蛋蛋，你对他可还有母女之情？什么意思啊？尽管说实话好了，你若对他有一丝母女情谊了，本王便原谅了他。若是没有呢？若是没有，本王便不留他的性命了。父王，那还是留他一命吧，我毕竟是从他肚子里出来的。
那本王便留住那女人一命。父王，儿臣多想让您像看秦丽妹妹那样看儿臣一眼啊。陛下，臣妾冤枉啊。哼，凶手自己招认了，就是你指使的，你还好意思喊冤枉。再造，一定是再造，陛下一定是那个小贱人和他一起策划的。都这个时候了他还这样吗？我说你要不要脸，之前陛下失忆，你造谣说是我和麒麟害死你儿子的。